们一起吃冰最开心了。咦，这家伙就知道吃啊。我不是本人，我是他男朋友。哎，如果你们看不惯，我可以来找我。虽然我最近忙着拍戏，但我郑瑞斌奉陪到底。什么鬼啊，爷你入戏太深了吧。哎，还好吧，我给你看看我其他小姐妹的朋友圈。通常每个追星女孩的朋友圈主要内容是不一样的啊。第一种，打卡记录型，这种属于努力的站姐类型，喜欢浓浓的第121天打卡纪念。哎，忍不住剁手。又挑了几件适合的衣服，下次应援送。相遇是缘，一起狗的姐妹真是甜，感谢 M 电站的小姐姐把电池借我，救命。又是苦难出毒的一天，不要催我修毒了啦，爸爸哟。第二种，安利话痨型，这种是在数据打头都非常努力的小姐姐，日常灵活都很努力。我想知道我的傻蛾子是怎么做到充斥每个人的大脑的，现在局势不稳，局促不安，岌岌可危啊！你一票我一票，局姐必须要出道，你不搞我不搞，局姐就会被打倒，不要再做局外人，陶渊明冲啊。我离嫁接在家是不是只有一步之遥。第三种，现成型，这类是追星界的中产阶级，工作生活忙碌，空余时间就会摸鱼追星给儿子应援。唉，下飞机了，最近这周出差没时间刷微博，各位老师应援活动相关直接留言哈。有没有对应援瓶和应援车有了解的老师们，想做应援用，请推荐深圳好的地理位置。当然还有第四种，那就是每日吐槽型，不吐槽不愉快。9%再不发团综，我要跑路了。我现在靠粉丝自制团综续命，好不好？秦女士，不要给林超拍那样的舞蹈，他还是个未成年啊！你是在要我的命？巡演唱跳还穿那么厚，爱豆时代你想热死崽子们吗？我 fuck 还要巡演加场？上帝呀、啊，谁能给富贵换一个造型师？不要糟蹋我儿子。所以你属于哪个类型啊？我应该是默默无闻、感人肺腑的正牌女友型吧？哼，戏精本精啊！我投稿举报你哦！哎，奇妙的时光飞越澳洲，一起来期待一下，不做局外人，做独立女强人，一起来投票一下。快乐大本营即将播出，为了收视率，请了解一下。这种吃瓜，这种赏花，偶像元年，我们来当一次假。短暂美妙，耶、yeah, 身体早已被你划上了记号，别了别了，想躲也躲不掉，也许我不要和你一直吵，你控制我没意料，耶、yeah, 也许不关注微博 M 电站子撩我呀。